最近来看到这对双胞胎小姐妹花在网络上爆红，她们是年仅5岁的左左右右，因为呢有舞蹈的天分，模仿韩国团体，戴着安全帽跳充气舞，样子是超级萌的。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，点阅率是已经达到了140万人次，而且被制作单位相中，受邀到了美国参加著名的脱口秀《艾伦爱说笑》。而这是2010年在林奕群小胖之后，再次有台湾艺人被邀请。戴着安全帽，粉红色蓬蓬裙，这对双胞胎小姐妹左左右右模仿韩国团体，戴安全帽跳充气舞，模样超可爱。镜头前扭腰摆臀，一点也不害羞，超模模样在网络发酵，现在更被制作单位相中，下个月初将受邀上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《艾伦爱说笑》。点阅率达到140万人次，这回还红到国外去。就连唱歌也难不倒他们。5岁小小年纪，很有舞蹈天分，只花3天时间就可以把舞蹈学会，甚至换个装扮踢跆拳道也是萌翻天。小胖靠着一首英文歌受邀赴美国参加《艾伦爱说笑》，现在又相中台湾艺人，而且还是才5岁的双胞胎。唱片公司正积极规划，希望他们可以赶快出唱片，成为新一代的超萌天使。记者范继伟、阿布斯台北综合报道。